我会查明真相的。 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弟，实在太多了。倘若大师兄在，我们看来只有靠你。 Thank you.
看到小李了吗？老，他们这里已经守不住了，滚！可恶的林旭教！
这些魔物难道杀不尽吗？幽魂族的战士不会惧怕任何。现在，把你全部的潜力。